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51集。前一阵子呢，我做了一款赛博坦制的三角龙铁块之后，有一位多年的老观众呢，吴光启先生呢，就发了一箱很多赛博坦制的玩具给我做开箱，而且都是全新未拆啊。他应该是买了之后呢，就直接请卖家寄到我这里来了。那我今天的话呢，挑了其中一款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这个人物的辨识度很高啊 ，Autobot Drift 漂移。那么这一款玩具的话呢，它是这个是这里 Warrior Class 勇士级，在官方的定位里头，它是比 Deluxe 等级的玩具呢还要再往下一个层级的，但是它的身高却非常的高大啊，比官方的豪华级就这个加强级是还要再高一些些，但是零件数非常的少啊，空洞也非常的多啊，翻过来大家一目了然啊，手臂的后方也是各种空啊，身上的话呢使用了大量的球冠，两髋部两个球冠，还有这个地方也是球冠，但是这只手的话呢是一根手而已，它是没有得有一个肘部没有关节的，为什么呢？它这只手呢是它的这个玩具一个标榜它的一个卖点啊，就是有一个联动装置，就这个地方啊，各位演示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啊。首先的话呢，它的一个兵器的话呢平常是握成这个样子啊，我可以给各位看一下，比方说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剑往前指的一个概念，你看它的拳头啊是握成这个样子的。然后呢，它的这个肩甲呢，如果你往下推啊，就推到这个紫色的部件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兵器呢就会亮起来啊，这样子，它就会弹起来啊。那我把它推回去啊，在这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还是把它给卡住的。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往前面一推，它就会弹出来。然后呢，它也很给面子的呢，把这个子母剑啊，或者叫以前我们很久以前这个霹雳的布袋戏有一个刀索，对不对？那个刀索 game 太 game， 这个你们可能就不知道了啊。反正的话呢，它这个武器就是可以。他其实自己不会弹射啊，那个刚那个弹射是因为我很强，我能够让他弹出来，一般人是做不到的。那这个塞回去的时候呢，他是以这个从这个地方吧，这个怎么扣回去，我想一下啊。好像是这个组合回去还需要有一点对，这样的把它给扣回去啊。那你平常如果要把剑伸直啊，就必须这样的把它给扣住，然后这样一推啊，它这个武器会，我从这里好了，你看它会弹起来啊。那这个线的话，什么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调整，就是这个玩具的一个联动卖点了啊。那涂装的话，脸部是一个感觉稍微有点廉价的银漆的涂装，那唯一好看可能就这个胸口的博派标志了。手臂360度的转动，然后这里手肘可以弯，内侧是空的，拳头无法动啊，也没有腰伸，没有腰转。那玩具感觉比较轻啊，那这个就一整个是非常低龄化的一个玩具设计了啊。那我们就直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好了啊。首先这个兵器的话呢要收起来，然后这个线啊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做一个调整啊。那这个手臂往上面翻上来，它的变形是再简单也不过了啊，就是直接这个部件往上提，头就会自己缩到这个内部去了。然后我们把这个部件往前面挑一下，背盖也先翻起来，先不要急着组合啊，我们先把这个两侧往这里中间靠过来，然后这里有两个凸啊，这里两个凸，看到这两个凸啊，如果你有经典 3.0 的那个 draft 的话呢，你可能会对这两个凸有很有印象，不过那个玩具的凸是在下面啊，完全没有用途的两个凸，但是这款玩具是有的啊，把它给扣上。这个顶盖先不要扣没关系，我们把这个武器啊塞到腿里头去，这两个部件往下面翻下来，两腿呢做一个简单的合并。这个变形是非常基本的一个变形金刚的一个车变成人或人变成车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这样子把它给塞下来。然后这个部件侧边啊，利用一点塑胶的韧性把它给扣进去啊，或者你这个手啊之后再来扣也是可以的。那我是今天就比较粗暴一点，就把它强行把它变完吧啊，因为这个玩具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了啊。主要就是它的一个有一个联动的一个装置，那车型的话呢比例也是略胖，对不对？整个车子一整个胖。然后我们刚刚提过它是一个 Warrior Class， 但是它比一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都还要来得大，包括车子的一个高度啊也是一样的。那么身上的话呢有一个这个滚动性，各位看到没有打铆钉啊，而且前后轮的造型还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各方面就是一个就是很非常低龄化玩具的一个感觉，内部有点空，车尾就是更是惨不忍睹了啊。那这个地方是给武器收纳来做一个使用的啊，那么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说的啊，就是也就把它作为一个节目的记录跟各位啊就分享一款，这一款来自于赛博坦制的一个 Warrior Class Autobot Draft。 那就谢谢各位就一起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